上海的亚瑟阿姨，那不晓得搿帮屁上有多少个牛屁哦。今朝搿首歌就让侬晓得啥个叫港都发港，势不可挡，好吧？搿帮港屁上真的，哦哟！今天就给你们大概讲讲我的工作，面对阿姨大叔我真的是无言以对，什么规矩规定能够无视徒手通过，我一直在想什么段位能和你们匹配，每天准时到单位坐上我的座位，不到一会儿一个大概50多岁，今天菜价好像比平时的稍微有点贵，怒火中烧跑到居委会开始和我作对，进门第一句话蹭的拿开门走撒，无想绑在农村港的无脚蹭和口啊，我亏到农村米空无也特别相配，蹭的娘的低能油门打开车波拧森，这个还没结束，第二个接着上，艺术大师说脏话都带着吊当歌唱，我蹭那金的蹭起蹭那娘的中伤，公寓堆的不想想，亏到旁边一只工坊，工坊旁边一个380斤阿姨跳舞，无也步步亏亏的从小跳到大，无那娘的每一天都爱吃点啥一缸个子汤，一地跑还有油炸鸡翅膀，还有这味道非要特屌，我想问侬一天吃饭还是要吃好几趟，还有还有我喊你妈妈疼。你电报车狗好头怎么还是没有？你电报车狗好头没得关系你事啊？带好身份证去街道问问，赶快走！乖乖小张，你帮帮我的忙哎！你现在没得钱哎，饭都吃不饱哎！一个儿子，一个妈妈，还有三个娘娘，少点就吃个户口，你要叫你爹爹。咋个他跟我讲，你到居委会去问问看，问问小张这个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亚叔阿姨有啥事体就会吸引小张，晓得居委会有一个人蛮好的小兵，我们他妈经常开会。人也看不到，所有事体侪要引我真的吃也吃不消。真的什么人都有千奇百怪，这牛皮吹的那叫一个相当还派。你别看这个大爷好像一直比较忙，毕业早到填大学，纽约还有一套房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那草稿都不打，白色背心人字拖，红色大裤衩，透明咖啡杯泡个菊花加枸杞，骚话一大堆，发红双喜大手笔。今朝亚威切地沙，双勾大曲花生米，夸夸阿金刚狗子，小调口哨都很起。哎呦啊，快活啊，人生不过如此，你们过去做小账吹吹牛逼，吃侬西特，这港头。